所以他在来平安，平安已经欢喜透过教社部纪念主义，搁一届来到咱以后教会来请安甲报告。他的主先来主动做介绍，刚才有一挂人一定对我真熟悉吼。我是伫咱罗岗教会所开拓的教会，东兴教会，伫迄所在咧服侍的传道者吼。我姓林，叫做庆官，伫迄个所在吼。目前今年已经伫咱东兴教会已经牧会第进入第12年的时间吼，所以嘛是一段真久的时间伫迄个所在。当中有真侪新业，真侪上帝所做奇妙圣神所引出的事工吼，都是伫今仔日。有机会跟咱三个做分享，以后机会会使跟咱做分享。总是今仔日，我搁一届代表咱教社部，搁一届来请咱报告的时阵，多谢咱所有兄弟伫过去一年当中的代祷奉献，甲关心伫这个所在。教社部事工传道书都无搁做较详细的说明吼，咱家己看就会使吼。总是咱伫等下，咱有感动，咱会使为着咱的教社部来做奉献。搁一届，最后搁一届代表咱的教小部来向咱说多谢，也请支持、搁关心、搁奉献、搁代祷的教小部所有的事工，按三个做伙来祈祷。真谢神，我感谢你，今仔日你来约阮讲，我若找找你，你就还找着；我若落门，你就给阮开门；我若祈求，你就给阮得着。真谢神，我搁一届奉主耶稣的名，对阮的信心来宣告，这就是今仔日你要给阮的。为着安尼，我们献上感谢，甲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。阿门。今仔主题叫做“学习俄罗斯信心”，甲传道书讲一遍：“学习俄罗斯信心”。来，再讲一遍：“学习俄罗斯信心”。我相信咱真侪基督徒，咱拢知影爱俄罗斯，咱拢知影爱感谢伫这个所在吼。总是咱俄罗斯的动机是啥物？也就是讲吼，今仔日咱是毋是因为咱的囡仔伊较乖，伊较听话，考试考较好，也是表现真好，咱就讲哇，感谢圣神，今仔日的引导，今仔日的锻炼。也是讲咱今仔日是因为咱个性水，伫工作的顶面有真好的表现，所以咱伫这个所在讲感谢圣神，互我吼加薪，互我伫这个所在吼，互人伫这个当中到我升职吼，互我伫这个所在会使吼。搁做搁较荣耀的工作，当时咱学乐的动机是因为咱伫每一项代志，咱拢感觉即阵仔足顺的啦，即阵仔足福气的啦，即阵仔得到真侪物件，所以咱伫这个所在咧学乐，咱伫这个所在咧感谢。我相信咱学乐的动机，毋是每一项真好的代志，咱要来学乐。咱主要学乐的动机，是因为上帝是创造宇宙的上帝。主耶稣是拯救咱性命的耶稣，圣神是引带咱真多万王的王，引带咱人生的主。所以，咱学乐的动机应该是这个啦，毋是头面所讲的加薪、加薪，还是伫这个所在所讲的伫这个当中，你那真乖，还是你得到真侪福气在学乐？毋是，上主要的动机就是，因为伊是王，伊是咱的主，伊是咱的拯救。伊是为着咱定伫十字架顶，为着咱死，为着咱每一个人搁活，并且搁再来，要迎接咱，甲伊三个做伙伫这个所在来领受伫天国的福气。所以咱学乐的动机应该是这个，毋是其他只部分吼，毋是其他只部分。所以咱先了解这个动机是啥物。总是咱若拄着不如意的代志咧，你安怎？咱会学乐袂？我想应该较少对无？传道书过去嘛是真少。我想讲不如意，就要埋怨，就要内负啊吼，要抱怨吼，要埋怨，就要内负啊，搁要懊恼，哪有可能？我嘛感觉无啥可能。过去这是我的想法吼，我感觉无可能。咱会拄着啥物不如意的代志真济吼，我举几个咧。有当时啊，咱要上班要迟到啊，啊骑车啊，搁红灯哦，这个红灯总共90秒。安尼我今仔一点阁会迟到，哇、哦！啊，去真正就迟到吼，就迟到了。伫迄个所在，有时咧，咱今仔日要做礼拜，哇！规家大细拢要甲咱做伙来做礼拜，足欢喜。结果到今仔日，哦，要9点半，啊，阁伫遐怎拖拖刷刷啦，啊，阁咧睏啦，啊，精神阁无好啦，啊，饭还袂食了啦，早顿还袂食了，哦，咱就感觉嘛，足艰苦。
有时呢，是咱伫做生意的过程，咱拄着到底咱这个公司有要继续搁经营落无？即马真正做头家吼，都是经过调查吼，嘛真侪人伫这个所在的公司的关系，我到底有要搁继续经营这个危机无？搁来有当时啊，这个代志一定互咱真疲了，倒去厝，咱的老爸、咱的老母、咱的丈夫、咱的太太，伫这个所在嘛，买单买完嘞，买单挑剔嘞。所以咱拄着真侪代志，咱感觉咱无法度去娱乐啦，吼、哦。总是今仔日传道书要鼓励咱，也要挑战咱，就是讲，咱是毋是对今仔日开始，愿意为着每一项不如意的代志来感谢圣神？阿门。我阁讲一解，咱是毋是愿意为着咱不如意的每一项代志哦，来感谢圣神？阿门。今仔恁讲阿门呢，毋是我甲恁逼的，所以你讲阿门了后吼，请你为家等的行出去。每一工，你咧读，你咧读册，你咧做工课，你伫处理，你伫啥物所在，人际关系时，请你入去。当你发现无如意、无快乐、无顺利的代志时阵，请你会记你讲爱感谢，爱感谢。咱就说伫咧准备今仔日的讲的，诶，前一阵啊，诶时阵，我着伫这个所在学习这个功课，吼，伫这个所在。有一天我骑车来到彰化市，吼，当然是伫罗岗镇的所在。啊，我骑来彰化市要办代志，啊，我着停伫这个红绿灯的时阵，我着停落。停落的时阵，咪出车祸嘞，你要相信无？哦，我停落的时阵吼，咧等红灯，这红灯嘛是足久的，哦，我着停落。结果吼，后壁有一个阿伯吼，这么多人停车，迄阿伯着弄着我，这么多人。有机会互伊弄到，啊，我着遮幸运互伊弄到。啊，我互伊弄到的时阵吼，伊是安怎要弄我？因为伊食烧酒，慢慢啊徛，所以伊吼感觉吼应该袂弄到我，结果就把我安怎弄落去，吼、哦、啊弄落去，因为我是停车吼，毋、哦、是塞，毋是骑机车，所以弄的时阵毋是马上就倒落去，就慢慢啊倒落去。我倒落去，倒落去迄刹那吼，我足生气。我甲阿伯讲，阿伯，你食烧酒？伊讲，歹势歹势，我食烧酒。我真正是拄到一个食烧酒的阿伯啊，吼、哦，一个食烧酒的阿伯伫这个所在。然后吼，我两个倒落去，我就爱来扶起来嘛，对无？因为伊倒伫我身躯边，车嘛倒伫我车顶外，所以我一定爱先扶伊的车，他才使扶我的车起来。我就来要来扶起来，其实是无啥开来会使扶，因为迄个阿伯吼，伊足重的。伊一定食烧酒，所以人是歪歪，所以我要爱心台扶起来，才使扶车吼。伫迄个时阵吼，上帝差派一个天使，就是有两个人，因住伫迄个厝的当中，看见这项代志，因夫妻就紧紧出来，拄好我倒着去要扶起来时阵，紧出来帮我搭阿伯扶起来，搭伊的车，搭我的车，搭我的人扶起来。然后老公小姐小姐，啊，你有啥物受伤无？我讲无呢，吼，我无受伤。伊讲徛较头前来，因为伊食烧酒，吼，无等下伊阁倒落去，吼，哎，伊意思就是安尼吼。你知影当我开始骑车要出，阁要骑的时阵，一开始我的想法是讲，我今仔有到衰，哈一个人弄弄我，啊弄别人阁是一个阿伯，啊嘛较少年，吼，弄完这个所在，我真正足艰苦。总是我就开始讲，今仔谢谢我感谢你。现在先是我娱乐你，因为你今仔让我出车祸，你是讲足奇怪，你才安尼祈祷。咱通常娱乐感谢是好的，你出车祸有啥物好感谢？我现在先是我感谢你，好佳哉，我是伫静止的时阵出车祸，我毋是伫骑车的时阵。现在先是我感谢你，好佳哉，这个阿伯伊阁有认错，讲伊食酒，然后弄着吼，我感谢你，伊无肇事逃逸吼。现在先是我感谢你，互两个人出来把我扶起来。然后吼，我感谢你，我无弄着头壳，我只不过脚一点仔乌青尔，吼，嘛会使行路，佫会使服侍，佫会使做其他的代志。所以吼，你是值得我感谢的上帝，你是我值得我感谢的圣神。我就开始做这块的操练，然后我的心就开始开开，打开我的心伫这所在。隔天吼，伫娱乐的过程当中，咱一定会想讲，伫隔天应该是。真好势吼，真好对无？今天我要出去出门的时阵，我的技师拍电话给我讲：“团队你伫底？”我讲：“团队叔伫外口咧办代志。”团队，
后面我走路过恁的，过咱的教会，阮的车，我的车停在教会，你的车有弄到，我车有弄到，哦，啊，我人也无伫内面，车也有弄到，啊，迄个弄到是安尼出面，我一定有带个车牌号嘛，记起来，哦，啊，所以吼，你等下爱找迄台什么车哦，什么号码，伫迄个所在。哦，我感觉讲，昨我人吼，汽车弄到，今仔个有汽车弄到，开始搁咧想这个想法的时阵，我就搁想着讲。不如意的时阵，爱感谢，所以我就开始去感谢哈。所以后来伫这个过程当中，有处理好势哈。其实弄着我的车吼，算伊倒霉啊，因为看着说开的车，虽然是新车，已经互我弄到像旧车哈。我四个角落拢一定有毁掉哈，所以感谢主，四个角落一定帮我修理好一个啊。吼，伫这个过程，啊，因为伊有熟悉车行，所以我咧考试的时阵哈，通常拢爱一段时间，他隔天就给我了。隔天就把车给我，哦，因为有熟悉厝边亲戚的修理车，修理到真好势吼。所以迄天在还没修理之前，我就讲，亲爱的先生，我感谢你，昨昏给我出车祸，今仔给我的车搁还回了，我真正感谢你，啊，我嘛感谢你呢，多好，这个技术看到啦，伊多下班回来行路，太哈拄好，要弄弄多伊回来看到，搁看到号码，搁看到是啥，我感谢你，这个技术搁真巧。佮来讲，你若弄着车，迄刹那，阮教会监视器号码的监视器就将伊录起来，伫这个所在无所遁形啊！吼，所以我感谢你，互我的车会怎啊？卸到一个共中心，好了，好的完整的伫这个所在，所以我就开始感谢伫这个过程的当中，开始娱乐伫这个所在，因为咱知影，无有任何的痛苦比耶稣基督为着咱定的是决定。为着咱所受的，搁定更加痛苦，所以咱是不是要用着喜乐、用着娱乐来面对咱每一天的生活、每一天的生命？所以他就是要鼓励咱，对早起时，咱就开始娱乐。娱乐会改变咱的心思意念，娱乐会改变咱所有的一切在这个所在。所以这是他就是经历咱刚说三个字的运用。当咱遇到无如意的时阵，咱就开始娱乐。咱来看今仔日帖撒罗尼迦。在这个所在，真主第五章第十八节讲凡事感谢，所以这个凡事就是指好的代志嘛，对不？嘛是指歹的代志，对不？无啥人要讲凡事感谢，啥人话讲好代志感谢，还是有拄到好的他来感谢。伊讲凡事就是讲安怎，咱知影咱的生活一定有不如意的啦，一定有快乐的代志，总是这个代志，咱拢安怎？爱来娱乐，爱来感谢，即个所在讲，因为即个是上帝点伫基督耶稣向恁的旨意，向恁，即个恁是真啥？咱所有的人，甲我做讲，做伙讲一遍，咱所有的人。当咱感谢的时阵，咱就是来圣心讲一句话。当咱拄到特别不如意的时阵，搁一概感谢，除了表扬伊是创造拯救的主以外，咱咧讲一句真信心的宣告。这个宣告就是讲，我相信每一项代志拢是伫你的计划内面，无一项是超过你的计划，包含即卖不如意的代志，拢嘛是伫你的计划当中。所以我相信你，我相信圣神，你会使伫这个所在来做，我完全顺服，完全接受即卖所拄到的环境，即卖我所拄到的境遇伫这个所在。但是再讲一遍哦，这真重要。当咱伫这个所在咧娱乐的时阵，伫这个所在咧遵守的时阵，咧感谢的时阵，咱就是咧讲一句话，讲我相信所有计划拢是伫你的计划当中，我完全相信。然后咧，我完全接受哦，我完全接受，因为我相信你伫这个所在咧运作，哦，你伫这个所在咧运作，伫这个过程的当中，然后今晚再来看今仔日视频的。第四十七篇第一节讲，恁敬拜是拢着大手，利用得胜的声大声娱乐上帝。然后伫这个诗篇一百三十四篇的所在，伊讲恁着用圣所举起恁的手娱乐耶和华。既然咱知影娱乐真重要，咱有真侪娱乐的这个经句吼，伫咱的圣经，伫咱传道书只不过是举例吼，总是圣经有真侪娱乐的。诶，经文伫这个所在吼，啊嘛是这些
拍遮大手、遮个野手、遮个跳舞，拢是娱乐的方法吼。娱乐除了跳舞、野手，啊，伫这个所在拍手，伫这个所在吼大手，伫这个所在来叫拍鼓、顶顶，这拢是咱娱乐吼。所以娱乐毋是形式典礼，娱乐伫训练的当中是有意义的哦。伫训练的当中是有意义的，所以咱若健康。来运用这些娱乐的经文甲方式，咱就伫这训练当中要造成真大应用伫咱的生命吼。比如讲，今仔日咱伫这个所在讲到这个，伫这个所在打手的时阵，伫这个所在拍手的时阵吼，伫这个过程当中打手也是拍手的时阵吼，伫这个当中，咱是咧表示，伫这个所在耶稣基督一定得胜。当咱咧拍鼓的时阵，是表示耶稣基督一定得胜。有的人拍鼓是安尼啊，你看过无？我看过。啊，有的人是安尼，拍鼓就爱吼。既然咱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咱拍鼓就是爱安尼，对无？因为安尼王，咱的主是得胜。这样手即马先招啊，来安尼拍鼓。请咱就是认真拍，因为咱即马是咧用咱的信心，就是咱的万王的王、万主的主咧娱乐呢。所以你安尼时阵，同人感觉讲啊，你的上帝无归咱，啊，你的上帝咱看起来袂兴旺呢。你若拍鼓啊，拍大声落去，伫这个所在时阵，当咱拍鼓啊，开始用拍鼓的祈祷的时阵，你发现你的心无同款。咱咧祈祷有当时，亲爱信心啊，我一寡代志要麻烦你啊。大家拢讲同款，总是当你拍鼓的时阵，你就开始有感受。现在信心，当我拍鼓，我感觉今仔日真有气力，因为今仔日你教我参加聚会。现在信心，是你就是在我娱乐上帝，你是在我拍鼓的上帝，对不？吼、哦，所以对即马开始，咱今仔日伫咱转去每一工，无论是咱的信心底歌，咱拢会使伫这个所在用着拍鼓啊，无同款的方式来娱乐。再来伫今仔日134篇的第二节，伊讲伫圣所爱举起咱的圣手，对无？伫这个所在来娱乐，伫这个当中，当咱举起咱的圣手的时阵，所代表的意义就是幸福。甲传道书讲幸福，就是我愿意规个人伫这个所在顺服，规个人来到你的面前归服你。所以咱的举手的原因是伫遮。我想想到阮的青年讲，你无安尼举，还是安尼？哦，你行就大行，较悬的，无你就卖行。哦，我讲咱行起来是咧表示咱完全顺服，完全愿意来到伊面前，领受着伊的锻炼。后来就咱的手招啊，吼、哦，我用假手招手，倒手拢会使来。啊，大行较悬的，你阿母一间的公主啊，我来到你的面前，你看我伫你的面前，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，含好你，我愿意将我一生、我性命交托伫你的身手。哦，后来手放来。所以今仔日，当我搁一届学习来娱乐的时阵，有一个真重要的代志，就是你需要有一个愿意的心。甲团队说讲，愿意的心。是安怎一开始爱讲到娱乐是需要学习的？因为过去从来无人教过，对不？咱常常咧娱乐上帝，常常咧娱乐主耶稣，常常咧娱乐圣神的时阵，咱讲两句话就无通讲啊，词穷，因为咱无看到这个。神在我们面前，对吧？总是我们感受得到，所以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娱乐。还有一项，我们对人也很不容易娱乐，对吧？我们对人，我们也感觉要跟他开嘴娱乐，我们也感觉很难听，还是他在我们娱乐的时候，我们会感觉说，我到这么好啦、哦、所以因为这两个原因，让我们无法度在这个所在，所以我们对今天开始有一个愿意的心，我们就开始娱乐。无论是伫咱顺境，伫咱不如意的代志，咱拢开始来学习娱乐，用咱愿意的心。阿门。好，今仔日咱要来用一个诗歌，咱真熟悉，伫他们安所念的信息来的七首，咱来做操练，好不好？咱来做操练。对，所以我们请所有会众起立。
咱来吟献诗来个七首吼，咱吟第一遍的时阵，第一节就好吼。第一节就好吼，咱来先来举手来学乐好无？好，感谢咱的师姐。亲爱圣神，感谢你和我跟我的先生冤家，伊就开始做这段娱乐。过无偌久，伊发现伊甲伊先生的关系愈来愈好，冤家的频率愈来愈少。所以，刘兄弟姊妹团的书记那里也要邀请你。你这礼拜有啥物代志，还是你即阵啊有啥物代志，你感觉真困了，还是感觉真不如意？咱搁一届来到伊的面前，学习娱乐圣神。咱开始来学乐，我相信，当咱今仔开始学乐的时阵，你的代志一定一定解决啦。咱三个做伙为着咱本身，咱做伙开嘴来祈祷，最后团的思维做结束的祈祷。哈利路亚，圣神，我感谢你今仔日伫这所在，加做我的印传，加做我的帮助，伫这当中，你那个即个将我所有的培训系统、的训练的资料，给到咱的先手。谢谢圣神，我感谢你今仔日加做我的帮助，加做我的印传，伫这个所在，我往哪开嘴哪学乐，我就知影这不如的代志愈来愈少，我就感觉愈来愈轻松，我感觉讲这个代志愈来愈无法度，搁困扰完这个代志，那亲像愈来愈细汉。谢谢圣神，我感谢你学乐你，无论是啥物款的经过，伫这个所在，我相信培训系统要伫这个所在开始。来做，现在先请我感谢你，因为只要你跟我三个做伙，我就知影所有一切代志都要伫这个所在一条解决。现在先请我感谢你，今仔日我当中来做美好的工课，很就记得感谢，靠主耶稣名求阿门。当咱搁一届来到你面，哦，搁一届伫这个所在三个做伙开嘴祈祷的时阵，咱目睭开开，传着书，伫这个所在有两项代志要咱鼓励甲提醒，咱就亲像迄个潜水的人吼。到这个海边，我知影咱当中有一个人真渴望，今仔日圣神来讲，伊要予恁找到。当你伫这个所在咧潜水咧找找这个，主要说这个宝贝，这个圣神要引带你伫
这个所在来找到。搁有一挂人，传道师嘛要来鼓励你，伫这个过程当中，你感觉有真侪无信任，有真侪怀疑的代志，伫这个所在，伫这个走出过程，你有当时啊，东边客一个，西边客一个，总是你的心嘛是无便利，你的心有真侪忧愤，总是今仔日圣神要鼓励你，只有一条道路，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道路。莫阁去找找任何的代志，任何的人，只有一项，找找主耶稣，伊要得开加做你的帮助。咱三个记得，亲爱的圣神，感谢你今仔日阮的当中做美好的工课。今仔日你向两种的人来讲话，为着安尼，阮献上感谢。阮确保伫这个所在，所有确保你的人，你拢知影。今仔日你要满足一切的需要。有当时啊，毋是透过伫教会那尔，是伊本身每一工甲你面对面的生活，伊伫伫这个所在要找找着你。我看见真侪兄弟姊妹伫找找确保的过程，伊就讲啊，我一定找找着。伊真欢喜，伊毋但这个欢喜是世间人无法度予伊，这个喜乐是世间人无法度予伊，总是找找着。伊毋但找找着，伊将这个代志向伊所欢喜分享的人来分享。为着安尼，我要献上感谢。亲爱的圣神，我也感谢你。今仔日你也向一挂人来讲话，因为一挂人因为惊人、惊代志，所以有当时啊，会伫真侪当中有真软弱、跋倒的事，你拢知影。就是今仔日你要教阮讲话，你讲只有你这个道路，只有是被决定主耶稣为阮死、为阮活所留的宝贵道路伫这个所在，所以互阮搁一届回转来到你面前。予阮搁一届，你引带阮来到你的面前，予阮只有承认你，诚做阮一世人的帮助，诚做阮家庭的主，诚做阮工作、读册、人际关系、服侍主伫这个所在。亲爱圣神，我们尊你做大伫这个所在。当阮开始尊重你、敬畏你，开始来到你面前，以你做中心的时阵，阮相信所有一切代志要改变，所有一切环境要为着阮来效力，万事要效力伫这个所在来。请先生感谢你今仔日，伫这个所在，你向阮讲话，要将这个祝福收束予阮。啊，伫这个所在，搁一届，奉主耶稣名宣告，伫咱永福教会所有兄弟姊妹，要伫顺境的时阵学乐你，嘛要伫不如意的时阵更加学乐你。伫这个所在，因为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你是阮的王，你是救赎阮，你是永远听阮的。阮只有这个原因，独独来到你面前。献上祈祷甲感谢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求。